让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就能够在这个琴键上面按了一个键，然后让这个音波重新再把它放出来，所以也就能够让我们很方便的去产生很多我们希望所想要用到的乐器的声音。但是真实的乐器在演奏的时候，它有很多纤细的变化，却没有办法让我们全部用这种取样方式去收集出来。因为既然它里面有那么多的乐器，而且都是需要我自己一个人去弹它，那我为了要弥补说它这个乐器可能因为取样的关系，所以它没有那种人性化的表现，比如说这个弦乐啦，弦乐常常会让人家觉得说在这个数位录音上面，就是在这个 MIDI 上面很难去模仿，因为弦乐通常的弦乐的表现，比如说这个在一个这个乐团里面，弦乐是数十人的一个弦乐组合，那每一个人他在调音的过程啊，每一个这个 player 他在调音的时候都是他自己调，他没有办法用机器调，所以通常都是这个低，比如说第一小提琴那个人他先把他音调好，然后旁边的周遭的人都照着他的音去调。先调第一根弦，然后再调另外一根弦。那所以呢，事实上每个人听觉，而且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不是说每个人到一个房间去，不要听到别的声音，那么仔细调，他是就是在那个演奏的场所，大家都在调音。那所以在那种状况底下，事实上每一把可能都不太准，但是他数十把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一种效果，我们叫做 chorus 的效果。chorus 是合唱的意思嘛，但是在这个音响学上面 chorus 就是和声的意思啊，就是因为它每把都有不同的这个 pitch， 它的不同的 tuning， 那所以它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事实上它就没有 tuning 的问题了，而变成让它的这个声音变得很厚很温暖，那所以这个东西在这个取样上面就很难做出来，因为你一次只能取一把，或是说两把，或是十把，或是二十把，你没有办法说这个说你叫他们每个人都弹不同样的音，然后你把取样说这个到时候你来用它，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所以我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我就用很多技巧来弥补像这样子的问题啊，还有他这个演奏问题，比如说可能同一个乐句，比如说哒哒哒哒滴，他应该是他可能有这样子一个强弱起伏，哒哒哒哒滴，那你在琴键上面弹的时候听起来可能就是很平，那所以我在录制的过程当中，我就除了我在弹以外呢，我在这个机器的使用上面，我可能又用了一个这个音量的控制。我在弹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控制音量，因为弦乐它在拉的时候，它是一直在改变它的音量。那弹钢琴的人，他永远不用去，他的音量就是力度而已。哦，我们在这个 MIDI 里面叫做力度，也就是你弹到琴键上面的这个力量的大小叫做力度。弹钢琴的人只有力度，但是弦乐人除了拉下去那个力度以外，还有它那个持续的那个力度，啊，我想很多乐器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比如说像管乐也是一样，像吹 flute 吹长笛的，他吹一个音哒出去的时候，他可能很多变化，比如说他可能是这样哒，他可能是哒，但是这个在弹钢琴人他就没有办法做这样的改变，但是我们在这个数位就是 MIDI 的演奏上面，我们只好用其他的这个器具和其他的这个参数来控制这上面的变化。